进，有吗？我先开台喽。好，我也要开了。好了，我也要开了。开，开，开开，开起来，开起来，开起来，起来，开开，按按按，按，你说什么？按按你说什么？我说安安安安安啊、哦！不会，安安安安。我说安，你这一次去谁？要压妖哥，妖哥。我压，我压，我压。好，等你，等你。哎呀，你有好友吗？操、哦，我们没有好友。你们才抢过节嘞！我什么呀？抢过节还东西钱全部给你，全都给你耶，小姐。还认错人呢？来，声音是谁跟谁啊？你们说不会认错来。哦，不是，好，这是繁星，刚说来那个是繁星，不是，我说去啊，你这样啊，你在干嘛？那我们好友嘞？啊，怎么好友？你说哪一个？怎么？你有上线吗？上线了，上线了。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真的吗？我早就删掉了，潜艇完就跑了。哪有？你的好友名称？我看你，我吗？我。呀、yeah. ，就鼻孔痒啊！鼻孔痒，鼻孔痒。你打在上面 secret， 我这样复制比较好复制。secret 是哪里？哦，你说这个、哦？好啊。痒痒就抓一抓，抠一抠。不行啊，开始去。我没看到痒痒上线呢。你可以用手遮住你的鼻孔，挖鼻孔好吗？难道你剔牙是牙齿都给别人看，那边剔给人家看的吗？有吗？有看到吗？为什么之前没有加、啊我看你们是有的、欸、我有看到那个哈基在线上好像、啊、还是我加哈基那里我邀请你了如果他有看到吗仅限好友你就进不来咯有我看到我看到女生社交刚刚刚刚有了有了有了好忘了把其他声音打开了其他声音打开吗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开、啊、好像有我原来是演戏我可以那我自己加进去哦，自己加应该可以吧？不行哎、欸，他好像要你邀请。嗯啊，这么麻烦，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呢、啊？不是我，游戏不是我设计的。哇！大大求加，我要啦！我看到了，接受。对啊，今天 GTA 之夜，今天会抢四个小时，抢四个小时，一个章节抢四个小时。哇！哇！我看我光是现在登录，什么我又没有改，我改什么了？你没改什么？标题吧。哦。怎么又是有怎么又是麦块啊？气死！我要开战斗机。你为什么都这么有钱呢、啊？啊，战斗机，你不要加个门，我没有，我也没有。战斗机就机场里面就停了很多架，随便开啊。叫我开飞机，叫我开飞机，我只会开车，不会开飞机。你不开飞机、啊？我不会开耶、欸，我开了会立马撞到的那一种。那你知道飞机按 F 可以加速吗？你不要再骗了，你怎么跟每次玩 GTA 都有人跟我说，哎、欸、哎、欸，我跟你讲哦，上次有魔法、啊，他就说，哎哎哎，我跟你讲哦，那个开车的时候按 F 会加速哦，我真的按 F， 然后瞬间甩出去，我就是游戏的 fire 啊，对啊，吹油门哎、欸，你开战机的话，按 F 会发射飞弹，可是他说。开飞机要用数字键是不是？对啊，旁边的键盘键，对数字键盘，我都忘记了。飞机有两种、啊，一种直升机，一种是喷射机啦，这种的。那个载具被扣押要去哪里啊？要去哪里？然后声音有一声有点大声。你看你之前车子嘛，你现实车子被征收去就要去哪里领啊？我没有开车，我怎么知道？你可以出去扣押门场撞一下，扣押门场。我的妈！扣押门场，扣！哦，不会，我重生在那个吧，军事基地吧。哦，洋洋很会开车，是哦。哦，他我知道了，他很会开，他会逼车。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反金进来了吗？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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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入
我怎么在军事基地呀、啊？真的在军事基地哦。等一下，我刚看你还没，我刚上那个舰上战局。哦，那我邀请你。好，我现在要拿起我的手机，手机是什么暗上对不对？哦，对。啊，对，嘿。然后等讯息。有了，我邀了。哦，得到了。我要去抢一台车过去。招警察、欸！你们谁惹警察、啊？哎、欸，等一下，为什么你邀我，网络就断掉了？你要加游戏的话是按那个 home 那个吗？不是按你手机。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我回来看小富了啦，没事。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感谢狐狸续订，感谢礼物，感谢礼物。啊，我还是先从这边先上线上战局，再从。杨杨嘞，干嘛？走开！哎呦！杨杨在哪里啊？没事，没有没有没有，他看错了，不是不是，看错了，不认识不认识。哦，你说不认识哇，这个人。啊，我看到你们了。Q 狼哦，有人在追杀我，警察伯伯。他两个人说我才哥哥而已，怎么叫伯伯？我被公。然后他一起追杀我，是不是？哎对。等一下，你让我去牵车一下啦。很远呢。哎、欸，有在你，有在你，有在你去签，有在你去签，在哪里？上来，上车。我标点看得到。好，你有两个星了。气死我了！还在干嘛啦？哦，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有福同享嘛？为了这个才要载我，是不是？没有，是帮你，帮你有两颗星。对呀、啊，帮你啦，气死我了。但你可以赚经验值哎、欸，你还超过。可以啦，要条大路通罗马，是这样的吗？那我们就去罗马吧。啊，好。哎、欸，我怎么没看到你们？你们去哪、欸？你们都会超捷径是不是？哦，你们在前面、啊、大概看地图啊。哦，真的可以动吗？这好久没有。这个捷径比较远一点点嘛。等一下，比较远还叫捷径吗？等一下，这个捷径一直变来变去了。哎呦喂呀，妈妈咪呀、啊，你干嘛了？谁呀、啊？我找到你们了，好可怕！追杀哎，这个人比警察可怕。哎、欸，我好了，我到了。你在哪里？哎、欸，为什么是卖把布啊？把布好吃啊！好吃好吃，那你要卖给我吗？你们不要躲到桥下啦！很恐怖，很恐怖！你们不要躲在桥下下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桥下比较好。然后我先摇板心。我刚 combo 哎，进来了吗？我要先把有加入有在，我要把电台关掉，有版权。哇，这个好，这个好。然后我电台刚刚不是有关掉吗？怎么又跳出来啦？我要去哪里啊？门口就好了吗？门口走进去吧。这里是哪里啦？我当时我会选你买军事基地呀、啊、哦。哎、欸，在干嘛呢？军事基地怎么了吗？好大哦，欸、很远呢、欸。哎、欸，你们去哪啦？嗯、我来看一下地图，你们在哪里啊？那这样我要从哪里去、啊哦？这里啊。哦。你想出去吗？想出去吗？想出去吗？大哥，你开的是骷髅吗？不要这样子。对对对对，我知道。想出去吗？骷髅费，大哥，骷髅费。大哥，请帮我。有人过来了，有人过来了。哦、我看到，赶快跑！不要怕嘛。我要先回家了。好可怕。见面礼啊！什么见面？这个见面礼太恐怖了！哎呦，哎哎哎哎哎！哈哈哈哈哈！后面有机长。哎呦哎呦哎呦！在哪里？在哪里？进入警局啊！有游戏耶！商业大战！商业大战是要干嘛？进入警局干嘛？他是叫我们进警局哦。进入警察局。可是走啊，警察局啊！我是不进的。我上飞机啊！哎，我是新手。上飞机按 F。按 F 啊！哦，你要上载具都是 F， 哦，啊下载具嘞，也是 F， 也是 F， 你可以试试看吗？不，我在骑车不太方便哦。嘿嘿嘿，哦，原来摔车了。怎么飞啊？我不会飞啊，我忘记怎么飞了啦。啊，这个是什么？没中，可恶，好可怕啊！有人在追杀啊！哇，啊，抱歉，新手哎。财经渔夫，财经渔夫，钱，
你要去那个啊，去那个。我会了，我会了，至少有存钱的记忆力。你现金不足，只有存钱的时候有记忆力是吧？哎、欸，我钱没带身上也会扣钱哦。会啊，会啊。什么时候改的啊？以前不用哎、欸。以前不用哦，这么好。对啊。啊，我怎么改这个啊？烂烂透了。快跑哦！攻。他在干嘛？他们好刺激哦！我在躲人哦。不要躲吧，去！你不要这样，好可怕。那我去找人啊！后面好可怕哦。你不要一直开，不要跑嘛！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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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怎么这样？有个人在。央央，你在哪？不知道哎、欸，迷路了。不知道这是哪里啊？我是谁？哇，玩不着你，你是不是进家里啦？没有，哎呀，在房子里面，好可怕，这个人好可怕。房子里面不能打啦。你确定我们今天是来抢劫，而不是被追杀的吗？好，对，我们是来抢劫的哈，没关系啦，那飞弹打一下嘛。大大都欺负新人，哦，好可怕。哎，好，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出来给钱啊！所以你们有去警察局吗？没有，没有。啊，你们都没去哦？那我去看看好了。现在不知道，等一下我看到有一架飞机，好像正朝我飞来的。没有，我要去警局哈、哦。我去兜风，我去兜风，我去兜风。再见，再见。不要顺路哦，不要顺路。好可怕！我在天空哪里都顺路，来，我载你。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开车就好，我喜欢开车，开车，开车最棒了。不要这样嘛，不能买东西，不能买东西，道具，不能买东西。我在武器店，他不让我买东西，还是你钱不够？我怎么可能？我钱超多哎、欸，可能是侯亚郎啊，你是不是在外面有闹事？是不是像、啊、我也颗心了、啊、我也颗心了、啊、哎呦、啊、算了，我要直接去警局看看。我也想去警局，警局可以干嘛？他说什么害进电脑是不是？还是怎样？走路。为什么用歌啊？气死了。为什么不能开伞啊？为什么不能开伞啊？哎呦哎呦哎呦，你们摔死了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开伞啊？欸，你没买吧？用掉不是要再买一次？上机场上飞机不是都会有一个吗？真的摔死了！我死了、啊欸！怎么飞啊？哎、欸，暴君要怎么飞？那台会飞摩托车？我忘了，我没有买那一台。不要波哥、啊！我最讨厌的就是音乐了。哦，现在多好多种枪哦。嗯，对啊，我是应该买。哎呀呀！感谢礼物。九宫格上下左右我有按啊，奇怪、欸。他要先开翅膀，不是吗？按五啦，按五，我按到二。有，我翅膀开了，我现在去找他们。翅膀开人是什么形容？好诡异的形容。会飞的摩托车有没有看过啊？我好像有看过，上次谁给我看过那个什么东西啊？我在拿电脑，我拿电脑啦，让我拿一下啦。啊，警察不让你拿电脑、啊？等一下，我真的完全不会飞了啦！你现在飞那么顺的说，已经要出事了吗？等下去杀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在下载资料，不要打我！所以警察是会打你的，是吗？啊，当然啦，我闯到警察局的办公室里面啦。我也是哦，那不打你打谁啊？蛮扯，7000块也贵死了。开车台哪有？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啊？大家说老司机发车了，花等发、啊。干什么？干什么？我、哦、外面好多人哦，嗨，啊，死了。外面人超多哎、欸。好了，可以不要好了。偷走产品，我现在哦，要去那边吗？什么？所以是要干嘛？
看看。蛮快的紫色配色，没有，这是我人设啊，我人设是这样配啊。哦，你是依照你人设配的哦。对啊。哇、哦，这么下趴。厉害吧？头发用得出来吗？谁打我啊？我可以用短发、啊。哎、欸，可是你头发不是橘色？不是橘色啊。可以用橘色，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调啊，不是都可以调吗？没给钱啊，你开车都不按 F 啊，当然不能调。等一下，我根本就没有进警察局，为什么我会有红？我为什么会有星星啊？你是不是有撞到警察啦？我只经过他前面哎、欸。他觉得这个开车不行，你可能吓到他了。走过去，哇！天哪！天哪！我是无辜的。天哪！天哪！我被包围了。应该打一下莱斯特了，打你要打莱斯特，太可怜了哎、欸！打给莱斯特，我打一下莱斯特。哇，天哪、啊！这怎么莱斯特要帮你处理事情，你还要打人啊？莱斯特想哭，为什么变两颗星啊？到底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事情啊？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开车过去，莫名其妙撞莱斯特，难怪会被抓。莱斯特直接帮你加薪。加到直接加五，加薪哦！直接加到五，有没有？棒啊！老板，我要加薪。我也要，我也要。你笑是听过还是没听过？那边笑。我听过啊，我听过啊。你会唱吗？我看到那应该是哈基，哈基。谁？后面谁？我没有在天空。啊！你在空中啊？你又在空中了。我是在那边了。哇、我拿到货了，我拿到警察里面的货了。哦，真的假的？结果呢？他叫我偷走产品，然后要送到其他地方吧。哦，有哎、欸、有哎、欸。目标载具被偷走了，从他们手中偷走。啊！哎呦，这是互相打架的游戏啊！哎呦，打起来喽！那是谁拿的？我拿到的。看起来好棒哦，我也想要哎、欸。很棒吗？来啊，来拿来拿，一起来一起来、哦。我就不参与他了啦，你们慢慢玩啊。洋洋，你手上东西好像更好哎、欸。我手上没东西，我手上没东西，我是无辜的，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看我。我只有一台iPhone，是不能买。接下来去抢哪一张？第二张。第二张抢完了吧？第二张、第三张，对啊。等一下，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哦。他说要放到头上点。不要！我要直接开始。那我开到同放点嘛。我直接开始，不要。下啦。你开飞机应该蛮快的吧？我现在在开车，他这货物是这台车。哦。下。我很帅啊。等我，我要环山。你小心，我来了。你这样我好怕。你小心哦，我可以开枪的车哦。他我小心什么？结果是小心我来了，我就好，怎么去啊？这里是哪里呀、啊？为什么？你怎么给人家进房子里啦？我就喜欢进去。不要躲在房子里嘛！不要再宅了，出来逛。不是，我是阿宅，我是阿宅。那你要不要抢劫啊？要啊。对啊。我宅在房子里抢。哇！我远端操控。出来玩，不要宅了。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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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出去啦！你要翻到多久啊？所以你们要去抢什么啊？抢你啊！快点出来！抢你！我很穷，我很穷，不要这样子。我们去玩突袭人道研究室，哦、还撞我！你完蛋，你真的是完蛋了！不是，等一下，你听我不要，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啊，我的车坏了啦！我没有看到你啦！感谢礼物。我在看后面呢、啊，不行。那开车不看前面，看后面，后面会有人撞你哦、喔。我喜欢看屁股嘛。天哪，我觉得啊，
你喜欢看屁股？哦，你要喜欢看屁股？哦，好哦。你又是哦？你是不是又在飙车啊？我要怎么过去啊？按 home 吗？没有啊，开手机。哦，等我一下啦，等我一下啦，我还没送到点呢，我卡住了啦。去做，等一下，车子拜拜，车子卡住了啦。真的假的？来玩字幕字幕。繁星，干嘛？有人说你有一台车上面有你的喷漆耶，真的假的？我喷漆，我喷漆，就是你的人设的喷漆啊？你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车有我人设喷漆？有人说繁星有一台雅具，好像喷漆也是他的人设。没有啦，误会，误会了啦。那我要看，谢礼物。我的那我看一下，我的雅具上面是我的行李包包。哈？那你要给我看一下了吗？你这样子讲话我有点怕哦，你要给我看一下了，给我看看。我现在不能换，我现在不能换车子，让我看看。你又怎么啦？没事没事没事，突然有点开心。什么从三九飙到三二？什么东西啊？怎么三九飙到三二？凡心，你等级怎么这么高啊？低了好吗？好可怕哦！啊，低了。让我再送一下，我快到了。大大，有人欲罢不能。谁欲罢不能？欲罢不能？谁欲罢不能？谁、欸？啊！我快送到了，这任务我做到一半嘛。没关系啦，人家就跑一下。一半不喜欢被打断嘛？打断哪里啦？啊不是做事情做一半啊，会断掉。什么东西？做到一半会断掉？什么东西？可以做完吧。我在努力好吗？完了，我这个怎么开心呢、啊？啊，怪怪的啦。怎么办、啊？他好嗨，多开心啊！他好恐怖哦，他好嗨哦，他怎么嗨成这样啊？怎么啦？我好怕、哦。我们讲正常的东西，他可以想歪，怎么办？不是，我只是。突然很开心嘛，对不对？啊、哦，对，突然很开心。对，为什么啊？断掉很开心。为什么？可以解释一下。断掉很开心需要理由啊。需要啊，需要啊，需要一个原因吧。开心是要分享的哎、欸啊。不知道什么断掉就很开心。对啊，难怪瑶可以让你那么开心。好了啦，赶快去送吧。中什麼啦？还在跑啦，我还在跑咩？是只有你在笑齁？怎么了？这人到底怎么了啦？肚子好痛哦！欸，不干我的事哦。笑太开心了。哦，不是姚害的。这个人到底怎么啦？没事，我没事。一下喜欢看屁股，一下说断掉，很开心。知道，很怪怪的。屁股就很可爱啊。对，完了，等一下一些重责大任都交给他了。什么重责大任？压力比较大的工作交给你了。嗯，不要啦，不要这样啦。例如说开飞机啊，只要一失败，我们全部搭重来。哎、欸，这个是抢什么？哦，人到实验室哦。那游泳的交给你了。嗯、要是吃饼干了吗？我应该是不行了啦，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吃饼干是哪颗乐见，可是我游泳游到死哎、欸，那就是你的问题啊！你过得太安逸了，哦、要训练你。我的吧，训练死！不要这样啦！要啦！不要啦！不然你每次都觉得抢劫太轻松。没有，抢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你都只会躲在家里。很轻松啊。不会好好做事，不要这样子。对你来说不是很轻松吗？哪有？我有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啊、例如，笑，看后面，看后面是什么？哎、欸，正在启动战局，让我买个东西嘛。不用买，前面而已。我还没买护甲什么的都没有啊。不用了，没关系的，越不用啦。哇，你怎么穿？你怎么穿反弹衣的、啊？穿单衣比较帅啊！那
种感觉好像很难啊！天哪，取得密码、欸，第一个不用了，不用打吗？都要啊，只是要啊，他顺序啊，哦，还没打够啊，还没花掉啊，所以可以顺序，这两个可以顺序。那给他在下面好不好？给他在下面，下面他也没有枪在上面射啊。对啊，不是就上面有分什么？不是有两个人要去屋顶上射吗？对啊，啊一个人就是要负责，有两个人负责在下面呢、啊，其中一个给他。我是真的我忘记了，内容我忘记了，没关系，等一下玩就知道了，等一下就知道了。那我负责，我负责射就好。就是个阿伯，上面两个人会有一个保镖会被杀。你闭嘴。没有啦，没有啦，你不是要考试吗？我竟然是买家啊！什么东西？啊、我是哨兵、啊。这里想起来了，我是买家不？可以换吧？可以换啦。可以啊，可以啊。那我跟你换，我保镖。我要去哪里？哎、欸，不对，我跟你换就好了。谁？我吗？你，我跟哨兵，我跟繁星换。没有，是他，他当买家，他没有枪。嗯，好、哦，他没有武器。我明明就有武器。你的枪有我们的武器好用吗？你有比我们强吗？那也是。如果被射死是你害的哦。好，我会。来嘛，所以要干嘛？我要干嘛？你要当买家。哈、啊嗯？你要跟我买东西。我要跟你买东西，这是演戏的概念哦、喔。对，捆绑哦。等一下，我可以穿比基尼吗？这个要射击的，不要吧？我不会死啊。哦，好啦，安，原来这个礼拜的活动有排行榜哦，有啊，哦 ，GTA 女生是谁啊？那个眼睛怎么回事啊？我的脸怎么这么凶啊？哇，我的脸好凶哦，眼睛快掉出来。你的眼睛怎么了？甲状腺肿大、啊。哎、欸，啊，我没有车哦，有朋友。你好凶哦！小心一点哦，没被瞪过、哦。好像在嗑药。哎呦！撞他、啊！撞他！射他啦！后面那个粉粉的啦。没有，这是红色。哎、欸、呀，杰克，你还好吗？好屌，这个是我还好吗？哦，考试太好是啊，考试爆炸，成功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开车的啦？这个怎么前面那个人怎么走？我看车会飘，好恐怖哦。对啊，我看也是卡一下卡一下、哦。没关系，大家都卡，没事。你为什么开这么快？因为车速真的。有改过、欸，你车怎么不见了？哎、哇，你哈基突然出现呢！我看你车怎么不见了？哇，好恐怖哦！我看你瞬移过来、欸，哇！等一下，我没事。是网络问题吗？是网络问题吗？怎么卡一下？我到了，卡一下。他说他到了，可是没看到人呢、欸。哦，你们会卡一下吗？微，就微微的卡一下。就定位要干嘛？好，就踩这个点啊。可是。他自己的车在上面啊，你要到这对不对？啊对，我还没踩，感谢。对，是这吧？哎、欸，哦哟，对，我现在是我跟，好，我要上去了，我在上面射。那、欸、我是要干嘛？假装就定位，嗯、然后哦，我还记得是 Q， 哎、欸，杰克，这里不好打，我记得。你们等一下，就是在那边之后往。垃圾桶，往这边垃圾桶跑。这个这边这个这边会打开来，这边会打开，门会打开啊！不要太早碰哦，你等下会卡到门，你进不去。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要干嘛？等一下人会来，我们等人来。哎、欸，然后雨月的开单的时候先，雨月的车会不会挡到卖家的？我不知道哎、欸，要不要把它开走啊？那你们两个去把它开走。好，这台黄色的。所以要也是人要来跟来找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要跟一个人交易，那个人我们现在在那边守护，上面有两个是我们的卧底，就是雨月跟繁星，嗯，然后我们两个人是要跟那个
交易的人来交易。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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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他来他来了。然后呢？看看剧情。然后右边的黑人就会在唱歌了。Alright. 看他脸有没有很像谁？像谁？他好凶！等一下，你的脸，你们这里，你们这里好出息，你们这里好出息呀、啊！好好笑哦、比谁的脸比较奇怪？